停车停车，我的麦停车。什么啊？哎呀，我的麦呀，真的是不好意思啊。怎么啦？刚才我检查了一下，我忘记带钱了，而且忘记带钱了。是啊，手机也忘记带了。要不你就把我车回去拿下手机先，好吧？哎呀，你这么大，看着你像个老板一样，这么大个老板出门都不带钱吗？哎呀，不是着急吗？所以说，哎，手机也忘记带了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现在你要我车你回去，都出来了五六公里了，回你家那边那么远呢，我这车不烧油的吗？你以为烧水的？哎呀，我给多点价格给你不行吗？给多5块。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你要知道五六公里来回要多久，你自己数数，是不是？来回5块钱的油钱够吗？还说多加5块钱？那怎么办？我现在的确是没有带手机，也没有带钱呢。怎么没带啊？没有带。呼，这家伙带个空包，里面都是文件了，我着急了去签那个合同呢。签合同啊？你就搭我回去一下吧，好吧？不行哦，要我搭你回去，要不这样子吧？哎，干嘛？嘿，帅哥，要不你去跟我去我们村逛一圈，到时候我车费我也不要你了，怎么样？逛一圈不会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嘛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你放心啦。真的？是啊，就逛一圈。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而且我跟你说，还有这个拿。这样子啊？那不是，如果你跟我去的话，到时候你车费也有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也行，你们村不远吧？不远，就前面大旺村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怎么样？说好啊，就逛一圈啊，不做违法的事情啊。等一下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哦。好，行行行行行。上来吧。哎呀，想不到啊，还有免费车坐啊！嘿，那你这不是没带钱吗？好，喂，就是这里啦。干嘛？哎呀，听我的就行了。小青，哎，在家吗？哎呦，三妹你来了。对呀，出来一下嘛。来来来，来，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给你带个相亲对象来啦。在哪里啊？这是我表哥。长得那么帅呀、啊？刚回来的，刚下飞机回来的。哎呀，老板哦。对呀、啊，看这着装就是大老板啊。美女，等一下。干嘛？怎么摸弟妹？这样可怎？你是带我来相亲呢？哎呀，你听我的就行了。怎么我又变成你表哥了？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！行吧行吧，反正你不会吃亏的啊！哦，我喜欢呢、啊。你喜欢啦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喜欢这个啊，是不是？这个、啊。那不是、啊、大老远的送过来给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大飞。哦，大飞你好，我叫小青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好久都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了哦。这样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要有这个诚意要。那个一点不，是不是你要懂做一点不？如果想要老公的话，你帮我说点好话，可以啊，这个没问题啦、啊。给200你，200就想要啊？会给多少？是，全部拿来玩去。我会给他，我来给就行了。来，拿着。还有钱收？那肯定啊，这加个微信呗。行，那你。你既然看上他，那你们两个加个微信，互相加个微信，是不是？今晚我约你去吃烧烤，哦，喝奶茶。不过我忘记带手机了。哦、对对，他忘记带手机了，输入就行啦，输入就行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是啊，留个联系方式嘛，到时候你们有什么在网上聊一聊就行啦、哎，是不是？大飞呀，对，帅吧？帅帅帅。啊，那。那他进来我家，哎，进来我家嘛，哎呀，我表哥说他刚下飞机，有点累，着急回去啦。这样啊？是啊，刚下飞机，那个神还没缓过来。哦，对对对，那
今晚我们再聊吧。既然你们联系方式都留了，到时候你们在网上自己聊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我想现在叫他去我家聊聊人生，喝喝茶。哎呀，现在微信都留了，大把机会，是不是？到时候再约出去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对吧？哦，今晚带身份证喽。好，那行了，那我就先送他回去了啊。哦，都说点好话哦。放心了啦。那我先带他回去休息一下啊。那好吧，你就今晚了，到时候你们六点钟啊。啊，好，就好了，不见不散哦。好，拜拜，就好了。走啦。人类终于介绍一个帅哥给我了，然后我三十几岁都没看见过这么帅的男人，哎呦。哎呀，美女呀、啊，还来呀、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是不是？逛一圈，车费也有了，还有的红包收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相亲，有点尴尬。第一次相亲啊？是啊。哎呀，我都忙着事业，我都没有空来做过这种事情。这样啊？想不到还有红包呢。那肯定了。有些啊，有时候啊，还会有饭吃。我跟你说，好，来，看这个美女，会很好一点哦。好。谁呀、啊？我呀。什么？小芳。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哎呀，西北风啊，过来。哎，什么好事？你看到你都是多大了？也没多大，差一年就40。还好意思说差一年到40，那你来取笑我的吗？我老公都不找一个，我想了老公婆了你。我想找啊，想当年啊，我刚满18的时候，那些媒婆天天来我家，把那个门槛都掏烂了，然后我就忙着事业，现在人家知道我是老姑婆了，整天那个都不见那个媒婆的人影，我以为这辈子我可能是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那还得多亏我呀。来，今天给你介绍这个帅哥。嗨，是帅哥给我的。是啊，介绍人给你认识的呀。你现在还做媒吗？那肯定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拉摩的兼做媒的哦。哦，你是继承你妈的衣钵啦。那肯定的，我妈的真传肯定要传给我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真是太好了，这是我的，介绍给你们认识的，你们相互了解一下嘛，是不是？了解，我叫小芳，今年三十九。三十九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年龄大点不要紧。哦，真的不要紧啊。我叫大飞，我今年28、哦，你比我大个11岁。都说了。你大三抱金砖、哦，你比我整整大了9年，就抱3块金砖。哇，那是哦，现在姐弟恋也是挺好的，挺幸福的哦。你看这个男人有这种觉悟，哎呀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是两情相悦啦、是哎呦。那你们相互留个联系方式啊，留，这幸福来了，真是太突然了，留。哎，我没带手机。哦，他没带手机，他忘记带了，没关系，输。哦，可以。输一下也行。好，那，没事的，你们加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如果说你不喜欢，再把他们删掉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最主要是有这个男。怎么感觉有点别扭呢？哎呀，你听我的就行了。小芳啊，怎么样？既然你们联系方式也留了，是不是你也看中他了？是不是？我看着一眼就看中了，我现在那个心啊，扑隆扑隆扑隆的跳。我说这样啊，那到时候呢，你们既然联系方式也留了，到时候你们有什么就在网上联系了。网上、哦、我想网上联系那不方便，要直接。你想不想成啊？想成的话再干啊、哦、你看我一下子幸福过头了，没反应过来，什么事又想要不想我帮你多说点好话、啊、大把钱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，我什么都缺，就不缺钱。这样子啊，这个给你，怎么样？这个、啊、
够诚意吧？够够够够够！现在多亏你啊！哎呀，这个也拿来玩具吧。我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喝奶茶呀，你都拿了，你不是还有吗？银行一大堆的，你还缺这点啊？对呀，还说想要老公，一点诚意都没有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样都舍不得、嗯。反正那个现金在我口袋里面也是碍事啊。那不是，那没你的事了，师傅。哎，我、哎哦、啊，哎，是还是什么？是这样子的。哎呀。嗯，我这个人是我表哥，但是他刚下飞机，头有点晕，我得送他回去休息先。我还是海归来的。对呀，他出国回来的。你以为呀，海归不？那肯定啊。那怎么他还要回去倒时差吗？对啊，那个时差还没转过来，是得先回去休息一下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一起啊，我顺便去你家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你们改天先嘛。你看他现在状态都不佳，是不是？改天先。这样啊，那我就先送他回去了啊。你先回去吧。到明天，明天我送他来你家。明天啊？对，你在家里面杀好鸡，买那些海鲜回来，怎样吗？嗯，哦，也行吧。我在家我要打扮的更漂亮一点，我跟他去约会。还是你行水，那先回去吧啊，回去啊，嗯。先回去吧、哦、那不进来喝杯水吗、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得赶紧送他回去，他着急呢。嗯，我再看两眼先。哎呀，行了，明天我再带过来给你啊、哎、明天见啊，向哥啊，明天见啊，明天见。嗯、啊、怎么感觉有点像骗人一样。哎呀，这种事都是你情我愿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是骗人呢？说的也是，来，这个是你的，你看今天就逛了一圈，轻轻松松就有几千块钱了，是不是？说这么多，比我出去谈业务好多了。我出去谈业务，一天签一单才到200块钱，想不到跟你来你们村逛一圈，我都赚了好几千呢、啊。而且你去跑那些业务，都是看别人脸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说的也是。还是美女你高手啊！你看车费我都不用你给了，还有的赚，是不是？哎，美女，干嘛？我冒昧问一下，你是单身吗？我啊。是啊。我是单身呢。我看你身材那么好，头脑又机灵，哎，又会赚钱。那肯定啊，我妈教我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我跟你处男女朋友。你跟我处男女朋友啊？是啊。这怎么行啊？那我跟你处男女朋友，到时候我天天打扮的帅的，你又带我去赚钱呢、啊？到时候我们两个互相合作，那不好吗？合作共赢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是。哎呦，也是哦。那，你也没成家？肯定没有啊，真是。哦，那可以啊。那，哎，我见你，哎，可以什么可以？赶紧去镇上，我带你去喝奶茶。去，马上去，走，你来开吧，我来帮忙。啊，可以。哎呀，哎呀，想不到那么的还有这种好事，还做那个男朋友。来，快点。哥，大嫂，哥。谁呀、啊？哥。你还有人回来啊？哥什么哥？我。不回来能去哪里？都离婚了。离得好，离得妙，离得呱呱叫。离婚了。不要那么大声嘛！刚刚离婚，你又那么大声凶我。我不凶你冲水。当年，老爸老妈怎么说你的啊？叫你不要远嫁，你偏偏嫁那个老老，嫁那么远干嘛？啊！现在又离婚回来了，活该报应。你现在知道老爸老妈现在去哪里了？你知道他去哪里了？啊？他们还过得好吗？还过得好啊，过得好了、啊，在天堂下面过得很好，很快活。真的走了？走了。你远嫁了第二年他就走了，你知道没有？哦、真是被气死了。哎妈！大嫂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脸，被老公打的。被老公打了？活该报应。哟，怎么下手那么重啊？你管他干嘛？滚一边去！哎呀，老公，那毕竟也是我们的妹呀、啊，怎么不管？你的不知道，你当年没嫁过来的时候，
老爸老妈都是被他气死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当初老爸老妈极力反对不让他远嫁，他偏偏要说嫁。本来那个货本我藏起来了，老爸老妈藏在床底下面，他竟然把那货本偷偷的拿去跟那个人跑了，搞到一分钱彩礼都没有，都不说。啊，老爸老妈被直接被他气死了。老公，你少说两句。还少说两句。真的是。你现在回来干嘛？这样子，你还这样子骂他？回来住啊，离婚了，还能去哪里？你先回来住啊，没有门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给我要多远滚多远。你背两个赔钱货回来干嘛啊？你忍心让我流浪吗？我都没地方去了。当年你怎么说的？跟这家一刀两断，啊？你现在又回来认我这个哥？我没有幽妹，老公，你少说两句。本来他离婚回来都心情不好了，而且还被打了个满身是伤，你还这样子骂他，他就活该报应下界。他那是以前年轻不懂事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了。那现在你把老妈老妈救活了啊？有后悔了吗？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你知道没有？过去都过去了，他既然回来了就给他回去住嘛。过去你们过得去，我心里过不去啊。老爸老妈现在在山上，马上要清明了，你要去见，你去山上见他。我现在很生气，我现在不想见他。他毕竟是你的亲妹，怎么这样子对待他？他已经只有你这个亲人了。老婆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跟你说，这周永仁活该，真是的，发生这种事谁也不愿意啊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没空了，刚才人家打个电话来，那工厂马上要开工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给他进这个家门啊。如果你给他进这个家门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你又要去工作啊？那不是啊，不工作有饭吃吗？我现在五六个小孩要养，没有地方给你住，站着住两天嘛，一天就不行。记得啊，晚上他回来，小孩回来，煮好饭给他们吃，不给他让，不给他进家门。我知道了。有人可以管队员。哎呀，你赶紧去吧。爸嫂，怎么办？妹，你也真是的，你当初怎么不听他们的话？哎呀，当年他说他只爱我一个，对我好，谁知道生了两个赔钱货，他又打我，就跟我离婚了。这样子啊。不过你刚刚也看见了，你哥那脾气那么冲，我也不敢给你进去，等一下他回来估计还要动手打我。那怎么办？那真的离婚回来了？离了，那个离婚证在箱子里面。那小孩他也不要吗？他说叫我带走，赔钱货他不要。你看看看，你当初你就应该先看清楚人的在家。那么年轻就嫁过去了，现在还带着两个小孩。哎呀，行了，这样子吧，既然你哥也不给你回去，我有个老同学还没结婚，人呢还挺憨厚老实的，要不我带你过去看看，如果你觉得合适了，你就在人家那边住了。毕竟你看现在大嫂也为难，家里哥也不改进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啊，哥的脾气。你同不同意先？同意的话，我就带你去看。那你先带我去看一下吧。不行吧？那我先关门呢。走吧。过来，老妹。你看，像你现在带着两个小孩，也不方便，是不是？家里没有一个男人的话也不行，看看人家也不要嫌弃人家。我知道了。如果家里穷一点无所谓，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，以后都会有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先叫他。那我先叫门了。嗯。大飞，大飞。哎，谁呀？我呀，三妹呀。哎呀，三妹老同学过来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你的小孩呀。不是，这么漂亮。这是我妹的小姑子的。哟，你家小姑子怎么吓到你了？那个脸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是这样子的，她呢刚离婚回来，以前嫁给那个老
人家有家暴倾向，又重男轻女，现在把他赶回来了，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？是啊。哎，这么可怜啊。回到家你也知道我老公那个性格，不给进家门。哦，我也听你老公说过，说以前不听父母劝的远嫁的那个小姑子啊。哎呀，别说了，等下伤心事就别提了啊。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带她香给你，你不是还没老婆吗？香给我啊？对呀。哎呀，怎么带着两个小孩不太方便吧？哎呀，你看看你现在多大啦，毕竟孩子，你看你又不用出力，就直接可以当爸了，而且是女儿哦，两个都是女儿哦。那你是，她还能生吗？能啊。她老公只是嫌弃她生两个女儿，他们家重男轻女，不过你不能有重男轻女思想哦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像是别人一样重男轻女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生男生女都是宝，特别是女孩子啊，养大了还可以嫁出去，过年还有腊肉吃，还有那个彩礼收呢。你会这样想就行啦，你们先了解一下。好、啊，哎，你好，我叫大飞，我今年35岁了。我29岁，他年纪有点大哦，但是没事，年纪大了会疼人。我家庭条件的话就比较差一点，所以说我现在30多岁了，还没找到老婆。因为，哎呀，年轻的时候，哎呀，爸妈还在，卧病在床，一直照顾，没有时间找，人家也嫌弃我家穷。当初也有人相过几个给他，人家都是嫌弃他家穷，但是他人呢还是很好的。是啊，现在的话我种有几十亩的那个沙糖橘，应该过两年就可以收了。现在生活的话就条件就比较拮据一点。 我好像还听说你耕有20亩田哦。是耕有啊。是啊，可能到时候愿不愿意嫁过来，只要他不嫌弃我，我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愿意跟我的话，放心，孩子我绝对把他当作亲生的来养。而且到时候啊，你在家里只要会煮饭会做菜，我晚上回来有一口热饭吃，我就满意足了。因为毕竟我也30多岁了，我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。而且首先有一点哦，你不能有暴力倾向哦。放心吧，我这个人绝对不会有那暴力倾向的。我告诉你，到时候有暴力倾向了，我唯你是问，我是信任得过你，我才带我妹过来相给你的。哎呀，也是啊。那行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老妹不嫌弃的话，那你今晚就在她家住了。哎，来，老妹，我抱一下孩子，这么可爱。是啊。哎呀，乖。哎呀，那三妹，那就多谢你了。哎呀，我给个红包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大飞，本来你的生活就不容易了。这里，老妹，这点钱我给你。现在小孩正在吃奶的时候，买点奶粉给孩子补补。这个呢，是你哥给我的钱，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。不用了吧，我有。用，拿着。你也不容易啊，你也有几个小孩，你留着吧。嫂子给你的，你就拿着。行了，以后好好过生活啊。啊，那行，那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登记，让你安心下来。对，好，你找个日子把结婚证领了，到时候有空再回去看看啊。好，你哥可能也就是一时生气，到时候他气消，你们再回去啊。啊，谢谢了啊。行了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好，你们好好过日子啊，谢谢了，慢点呢。好，好，来进来吧。哎，乖。干嘛了？啊，我拉柴呀、啊。你拉柴呀、啊？是啊。拉柴呀、啊，我拉柴，丢到一边去。啊？哎，什么？哎？我不丢，我拉柴回去煮饭了。农夫山泉的干嘛？摔了一跤就中了。怎么像小孩子一样的啊你啊？我来帮你了啊！我来帮你，帮你。哎，哎，哎，
滚！捡起来！哎，你看你，你来打我！你想干我是不是？啊！别打我！哎，老三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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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们老三干嘛？挡路啊！哎呀，他这脑子有点问题，他就慢吞慢半拍的，等一下他弄完就让你过就行啦。别碰我东西！哎，你不要碰他，你手那么脏，要他打死你还怎么办？管不管他？我帮你抬，欢迎来的，抬过去就行了。哎呦哎呦，动啊！哎呦哎呦，这个闪了闪了，哎呦闪了！哎呦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别打呀！别打！哎呀，别打人了！交给你，自己打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要，哎呀，快点开！你来不来？你来，你要来，你现在怎么不要？你碰瓷是不是？你动我的车，你碰坏我的车啊！赔钱，你赔不赔？你撞到我了，我撞到你了，你赔钱啊？你管不管？我不管。啥也不。啊、小妹，快点，快点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老弟，啊，这个屌毛子哥是谁？这哪个村？哎呀，怎么欺负我老妹？这老娘，你欺负我弟干什么？啊？小傻子是你弟啊？哎，你说谁是傻子？什么？不是我弟，你凭什么说他是傻子？头脑都不正常了。三妹，这是谁啊？他是我男朋友。这种男朋友啊？我说好今天来我家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还说我弟是傻子，他一点都不傻，知道吗？什么？我跟他说，今天我男朋友第一次来我家，他就说他去拉点柴火来烧饭给他姐夫吃，你居然还这样对他，哎呀！那傻逼逼也在这里呢，你还说，你才傻逼逼了，根本不是你弟傻逼逼，是他这个人脾气太暴躁了。你弟推这个车到这里，才一不小心从那个坡下来摔跤，结果呢，他就一来就。上去就打人，上去就砸星星的，这都是他搞的。对呀、啊，刚刚还打你弟，我想上去帮忙，他还打我。恶言先告状，恶言先告状。我小时候我连他我都没舍得打，你竟然还打我弟。老妹呀、啊，你交的是什么男朋友啊？这种人品的男朋友你都交？都说了交男朋友，先让我们过过目。你看，虽然说我们的地，虽然说有一点点不正常，是不是？你这是谁不正常？你以为不正常的？你才不正常的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欺负人了，欺负人了！哎呀，欺负人了，打他！欺负人了！哎呀呀呀！看你说他正常的很，小时候我读书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他都是第一个冲上去帮我的。哎呀，三妹，我看你脸这么多，是他帮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声啊！你还想不想交我这男朋友？哎，不交了，老妹。我瞎你啊！你家那么穷，你跟我，我穷关你什么事？跟我了之后，你都是享尽荣华富贵，还荣华富贵，是不是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去哪里旅游今天哪里旅游，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。不用、哎、那个天上那个牛飞的那么高，你以为我是花你那点钱吗？你都欺负到我家人的头上了，你觉得我还有那个心思跟你在一起吗？让你这种地不要也罢，不要也罢，什么都不要也罢啊！我看你这种人不要也罢，社会的残渣败类。哎呀，就这样说的。人家说的，我知道怎么形容他了，这种就是经典的甘蔗男。什么叫甘蔗男？甜甜的。渣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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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吗？还甜甜的，甜甜的，甜的。呸！三妹，还说你男朋友来，等我买了两个宵夜，买了两个猪脚。哎呀，想不到他是这种人。大舅哥，给你哎呀。干什么鬼？你以为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啊？三十万我。我管你几万。哎，弟给你的。哎呀，三十万。不要你，不要。不要。他打我啊。还打我弟。亏他还好是拉柴回去啊，烧饭给姐夫吃，我姐夫来到烧饭给姐夫吃。三妹，你这里。分手吧，劝你。叶斌跟我。你快。激光。我不干了！哎呦，这个男朋友我家有他！哎呀，不别搞那种了，走开！小孩子脾气，祝你快乐，
你看看这种人就是愤怒屌屌起棍。哎呦，本来没有这种事，就被他屌完了。我要不是有他帮忙，我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你的为人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他不出现了，我们有这种问题吗？不出现。哎呀，你这说什么好话嘛？说什么好话？快乐，祝你打星星的。快乐来信吧，从今天起一刀两断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从哪里回来，滚回哪里去。你买糖，你不要打星星啊，走开。不要。一样，我听过啊。买糖了、哎。你们的家中我也不看了，我走。哎呦，滚就滚。这里多久了？还走不走？还走不走？还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哎呀，我怕没找到女朋友，我哥今天有大把的。你以为我家你干嘛呢？就把全世界的光都整个光顾我都不要你。老弟，别弄，别弄，别弄他了。老弟有没有弄疼你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怎么交这种男朋友啊？都说了，我们弟都欺负了。你下次看人看准一点呐、啊。我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嘛。都读了四年大学了，戴副眼镜都不懂得看人了。走了，我跟你哥弄嘛。那继续啊，来来来来，先回去我弄吧。二十几年没回来啊，我儿子。女儿还要不要我这个老妈？哎呀！谁呀、啊？哎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三妹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三妹？我是你妈。我妈？对呀、啊，我早都没妈了。我小时候都没妈了，我连她的妹我都没见过呢，我哪来的妈？我就是你妈呀，你是我生的，你现在还知道有我啊？啊？当初你干嘛去了？你现在回来找我干什么？哎，老妹，吵什么？吵什么？你看看她是谁？她说是我们的妈。大娘，你不是是搞错了？大飞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大飞啊？他也知道我叫什么？你是从我肚子出来的，我怎么不记得啊？老妈，永远都记住。我已经没有妈了，像是你这个样子，还妈？二十年前，你把我们两兄妹抛弃，哎呀，嫁了一个有钱人，我爸一走，你就马上改嫁了。你也好意思回来？前脚刚走你就立马走，后脚就改嫁，你现在还回来让我们干什么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有养过我一天吗？啊？现在我们两个兄妹长大了，你就知道回来找我们了。那时候我只想着自己快乐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我们两兄妹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小时候啊，真的是你一走，我们两兄妹就成了孤儿了。那时候啊，不是得隔壁的四叔一碗粥分成三份，把我们两个养大了。不然的话，现在我们早就饿死了。你现在还有脸回来，丢脸死了。我知道，我也日夜的思念你们啊，思念，日夜思念，日夜思念。至于到二十年后才回来吗？啊？我还听说村里面人说你们去村口等我，但是我那个老公又不给我回来看你们。天天去村口那里等你，那时候啊，就是因为说你去广东打工了，我以为还说有希望等你回来。嘿呀，我们每天去那村口那里等，盼星星盼月月，总想着爸把你盼回来，可是盼了二十年你都没有回来。是说这个不是小青啦、啊？哎呀，我已经没有妈了，我也不认这个妈。我这个老公走了，我没地方去了。大牌，没地方去，你去流浪也得，你还回来这里干什么？哎，去当乞丐我也不认你。哎，讲话小声一点。既然你妈回来了，就带回家呗。以前她有她的苦衷，年轻的时候啊，绝没有错。
不要将他的错压在我们两兄妹的身上。我们这些年过来，我们真的是太苦了。我们小时候吃过了那些苦，被别人嘲笑没父没母，他能理解到我们那种心情吗？每次上学，人家请家长，旁边都有家长坐，可是我们呢？我现在不是回来补偿你们了吗？你拿什么补偿？哎，小青，到底什么回事？我那个老公走了，他儿子女儿把我赶出来了。那他无家可归，也是他把你们兄妹俩带到这个世界，没有他，也没有你们。现在你叫声妈把他带回家，听我说，他也是活该。四叔啊，当初没有你的话，我们两兄妹早就饿死了。他这么狠心的妈妈，我们不认。你看，你自己宁愿你苦，你都愿意把你那一份粥分给我们。可是他呢？他为了他的荣华富贵，他都能把我们两兄妹你抛弃。妈知道错了。妈不承认错，你就谅解吧。没有妈，那以前都没有母爱，现在回来了。你要高兴才对呀、啊！高兴，我高兴不起来。起来慢慢就接受了。听我说啊。那我走了，你们保重啊。走吧。大飞，小青，叫什么好不好？你没有你妈，却是你没有来到这个世界。老妹。说的也是，他这些年过来了，我们也长大了，现在他愿意回头，你自己考虑一下吧。哎呀，以前老人家说的话，狗不嫌主贫，儿不嫌娘丑，老了你就嫌弃他，你在哪里说就是你妈，是什么样也改变不了。我不是嫌弃他，是他狠心。行了，老麦，算了，什么事过去了，过去了二十多年了，把这件事忘掉吧，翻了这一页，好不好？竟然四叔你都说了过这个份上了，听我说，回来吧。啊，老麦，他那时候不抚养我们，那是他活该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不能不孝，是不是？毕竟他也回来了。对，有个母亲在家里帮帮你们，感感激都好。要住可以，但是现在叫我叫一声妈，我叫不出来，等我以后慢慢适应了再说。那慢慢适应吧，好吧。来，哎，四叔都这样说了，回来吧，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回来了，没有那么僵了。哎呀，三妹，回去吧。说了，以后啊，不能这样子，我们会好好待你。来，以后我下辈子就你妈，永远不会离开你了。下辈子为你们当牛做马。回去慢慢聊吧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啊，三妹，那回去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也来我家吃饭，我们做点饭。过来吃好也好。